I know that I'm well away from being a perfect guy. I can't have a bad time. 我妈觉得我的脸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昨天其实去打了医美，我昨天打了填充胶原蛋白，就是打在太阳穴跟这里，因为我本来天生就是这边比较凹陷，然后太阳穴比较凹，看起来会比较没有精神，希望有让我的脸看起来就是线条比较好看一点。 Make it effortless, so if you want to come back AirPod 啦，然后我哋发现最大嫌疑咧，应该系我哋今朝嘅。怎么办？真的要这样子吗？那怎么办？真的吗？Oh my god! 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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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不错，有拍低。开玩笑而已。很荒谬哎！荒谬哎！真的。Oh my god! 消毒。She's very funny. Oops.Hello everybody， 今天呢我又要飞了，我是看起来好像每次影片都在飞。我这个周末要回一趟台湾，因为我跟Ian有一个 mutual friend 在台湾结婚，然后Ian的爸爸也要去台湾，所以今天就算是我们回去之后有一个机会可以然后聚一聚，因为我们接下来就打算要结婚嘛，但是因为那个 timeline 就应该不会那么急凑，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一起慢慢的讨论，然后双方家长其实给我们蛮大的空间的，就是没有坚持要什么很传统的习俗或者是礼节啊、婚礼形式啊什么，就是我们自己看着办这样。我也还没想好就是到底婚礼要怎么办，而且我还没开始减肥，所以又不能够拍婚纱照。 Anyway， 扯太远了。我昨天已经整理好行李，然后我这次回去大概3天而已吧，所以我没有特别要带什么东西，主要就是带了一件我前几天去买的婚礼要穿的那个 dress。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之前有在 IG Story 里面提过一个 YouTube 频道，我很喜欢的，专门讲一些时尚美妆的 channel， 叫做 Aha Lolo。 然后他们是一对，就是一男一女，然后他们对于时尚奢侈品行业就非常的有研究，所以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是看他们的频道去学很多就是知识这样子。但时不时他们会推出一些那种就是好物影片，然后呢我真的就是很常被他们烧到，因为他们真的就讲的有点过于真诚，然后我每次都会这样，就是哦是吗哦哦，也是看他们的影片之后，我第一次认真跑去 Look Fantastic 的网站上面看他们就是推荐的一款面膜吧。Anyway， 它现在是英国最大最专业的知名美妆护肤保养的品牌网站，有很多英国或是国外的品牌，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容易在台湾或香港找到，在上面都可以看到。那如果你刚好有好几样东西想买的话，你也可以一次过在上面下定，然后就你知道可以省运费。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入手的几个品牌，首先是这个 Paracon MD 的 Hyaluronic Intensive Hydrating Serum， 它的创办人是耶鲁大学皮肤科的临床副教授跟医生，所以我对他抱有非常高的 expectation。 我知道他们家的 cream 是最有名的，不过因为我刚好最近在试用其他的 cream 啦，我本身又是很需要保湿的 skin type，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几个关键字 Hyaluronic Intensive Hydrating， 然后我就说I'm sold。 它其实有一点点 cream 的质地，把它抹开之后你会发现它很好吸收，但是呢它是有一点点存在感的那种就是补水精华，所以你上上去之后你会感觉啊有一个东西让你的脸变得很饱满很水润那种感觉，所以我自己蛮喜欢在晚上时候用它，然后隔天起来就是皮肤会感觉就是非常的饱满。再来第二个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品牌，叫做 Ispa， 它是一个来自英国的奢华水疗品牌。然后我们先 appreciate 一下这个磨砂的浅灰色，真的有够美。它可以 cleanse exfoliate， 然后也可以当成一个面膜来使用。味道跟它这个包装都很有那种就是东方的风情。
刚挤出来的时候会看到里面会有点颗粒状，然后你就这样子洗洗洗，它会慢慢的颗粒就会不见不见，然后你再把它冲掉之后，脸会觉得就是超级滑。下一个也是我自己想尝试很久的，叫做这个 Grow Gorgeous 的 Intense Hair Growth Serum， 它是一个英国的 hair care 品牌。因为我们家的基因呢，并不是那个头发特别浓密特别多的，所以我一直都很照顾我就是头皮，就我希望从根部去保养我的头发。对，使用方法很简单，就像我现在是干发，或者是我刚洗完头擦干之后，点大概20滴在我的头皮上，然后这样子按摩进去。我觉得头发的东西它相较那个效果是要慢慢去观察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但是我觉得我的发根好像有变得比较强韧一点，就是我掉发的状况没有那么严重了。再来呢，很快的带过一下，这个也是我之前常常听国外的 YouTuber 在讲的 ICO， 然后我试的是它这个 Sport Waterproof Mascara， 它的效果我觉得相对自然，然后比较根根分明一点。除了大家自己本身想买的品牌之外，其实 Love Fantastic 他们也定期会有这种美妆限定的礼盒，不管是你要自己用啦，或是你要买来送朋友都很适合，因为它等于一次帮你解决了我到底要选什么的一个问题，它就直接帮你配好，你就送出去就好了。他们网站上面有很多东西其实定价是低于台湾的百货公司的，再加上可能有时候会有些不定期的折扣啊促销啊，整体来说我觉得比较划算之余，它也是一个一站式的体验，结账时候用我的 promo code 还可以直接配对到最大的优惠。我会把所有的资讯都放在下面资讯栏，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一下。就这一节课嘛 ，vacation 而已嘛，还有吗？这边还有吗 ？OK， 好，游轮 ，ferry，OK，、okay. 来，你念这边给我听，他要怎么去 department store？ This woman is from New York. Taxis， 为什么加 s？ 很多辆啊，没错，好。Boy、Taxis、is in Venice. 好 ，He wants to visit his grandmother.看一下，这墨西哥歌的时候你也是可以听哦。来 ，feathers 什么意思 ？feathers 羽毛。我们今天中午去吃了台北一个好像还蛮有名的自助餐，叫做想 A。听说我们是3个月前定位的，对，然后我们真的吃到。哇，这不夸张，饱到我的天灵盖这里了。回来之后，我还充当了临时的 tutor， 就是教了我们家2个小孩子的英文。然后伊恩刚刚是跟他朋友跑去故宫看那个白菜，
翠玉白菜，是翠玉白菜吗？然后伊恩因为最近工作的关系就是飞来飞去，然后时差啦，然后睡得又不好，所以我约了等一下要去按摩。在那之前呢，我要先跟我的母亲大人去吃个豆花。对，我们都回来台湾了，怎么会不吃豆花，对不对？ Let's go。就有哪边特别酸要加强？我的手这手有一点。你还好吗？什么感想？Nice。刚师傅问我说，你是不是有在做重训，还是有在做瑜伽，就是又头顶地那个？我就说最近都没有。他就说，那应该是用太多电脑了。按肩颈按到真的要哭出来，超酸。爸，我觉得好紧张哦。大家抢得好快，大家都知道他要去哪里。出国申请书。真的没有你我不行。大的热特调不加糖。对，好。一个大杯热特调不加糖。You sing the song, I'll do the dance. You take the lead, I'll take your hand. Foxtrot or cha-cha, rumba or salsa, whichever rhythm you choose, I'm following you. Sashay and shimmy around the room. Fall onto me, slip into you. Our bodies twist and turn.Got my vision blurred, and now my mind's in a whirl. Keep on spinning me around, girl. My troubles and worries all magically fade. Magically fade away. Whenever you